市府乐工局为着要帮助乐工朋友有搁较侪进修的机会，特别甲成功大学合作，持续举办乐工领袖大学。七号即天是举办了结婚典礼，都来阁予大家感受到即个难得的时刻以外，更是由生活笔记本哦带来了精彩的戏剧表演，展示出丰富的成果。市府乐工局即期甲成功大学配合举办了劳工领袖大学，而即天是伫咧大家祝福之下举办了结婚典礼，共同来感受即个光荣的时刻。更是期盼当将所学到拢伫咧即场上来发挥作用。再次感谢我们劳工伙伴能够来投资自己，提升自己的职能，回到职场上扮演职场达人。另外一个部分，我要代表市长感谢成功大学这九年来帮助我们培训了非常多的我们劳工领袖，在这样的一个劳工领域里面担了一个扮演一个领航者的角度，大家职能都提升得非常高，知识领域又扩充得非常的广阔，那能够带领我们台南市劳工这样的一个干部对这样职场上的认知，对时工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认知，能够提升我们劳工的竞争力。劳工领袖大学分做了相当侪无同款的版本，而其中的生活美语班更是伫咧结婚典礼当天准备了精彩话剧表演，来向大家展现出因丰富的学习成果。It's once upon a time in Tainan Garden Night Market. What? What? Excuse me, are you bored of me? Yes.每一次都会有生活美语班来担纲这样接近典礼的重头戏，由他们在做成果发表会，所以大家正在看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大家，我是觉得在成大陈老师的带领之下，每一处都有活泼生活化这样的营业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发表会。未来也阁持续开班，后阁较侪市民朋友会当做伙加入，共同来透过专业的师资来进修，不只是对着这场上都有帮助，更是成功提升了自身的能力，开创未来阁较侪可能。记者郭佳敏北区采访报道。